就算是麻醉还是叫没有，他好像叫新的技术是那个，那我去帮你举举才能拍下镭射要被慢慢快速的去，只是人家会有讲到说副作用，会啊，所以他是用手机会稍微会有刚开始借我看，觉得好酷哦，我一直试试，在我今天被我们班男同学骗，他骗我，他骗我，他要跟我们，他要跟我吃早餐，可是还有一个他的朋友，就其他就故意没去。我们班男说，跟那朋友跟白黑哥吃这样，那个明显的，所以你可是他是打出问题，所以就变成我跟他吃，哦，就整个被骗，超过分。还没同学。